反正我感觉就是不管怎么样，对这个共和国是很忠的，这一点没话讲。到现在就是得了这么大国际上的荣誉，也没有忘记这个祖国。当时在这个威尼斯大学，全世界数一数二的，这样给了我一个荣誉院士。嗯，东方人来讲都不多，中国人就我一个，戴上这个帽子，拿着这个奖，下面坐着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。嗯，我说大使，你代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我是不是能够跟你说一句话，给祖国说一句话？我说祖国，我尽了我最大的力量了。嗯，我还要继续给这个国家争光。这个没想到这么大个学校的整个的展厅给了韩美林，毕加索才给他一个月，给了我五个月，真是不错。嗯，到您这种级别的艺术家大师，会考虑就是以后我怎么样被载入艺术史册这种事儿吗？我估计历史会说我的。那历史怎么来说您？您希望？我学到了中国的传统，接了中国人民的地气，就我把我们古老的传统推向了现代，我顶多起到这么个作用。